不好意思，不要。小徐，哇，你看这个，哇，涛涛，这个还录好好看呢。还有这个，这个，这些全部都好看啊！嗯，怎么办？都想要，怎么办？我全部都想买。怪不得人说一个女的能顶五百只鸭子，真丑。是不是有场还走了？啊，你随意随意。涛涛，这个好不好看？好不好看？老板，这个怎么卖？一个5块钱。哇，好贵啊！这发卡真难看，但挺适合你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去，涛涛，我们走。哎，我实话实说，他们生什么气啊？要不要跟我们去那边逛逛？我就不去了，我在这边逛一逛。你先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嗯。你也不用等我了，爱去哪儿逛去哪儿逛吧。那我找涛涛，他们去了。去吧，拜拜，拜拜。小菊，嗯，你想好什么时候跟程朗说一下，说你喜欢他？怎么可能啊！啊，你别瞎说了。再说了，程朗他也不可能喜欢我的。怎么不可能？你就是对你自己太没有自信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帮你的。你不要乱来！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不喜欢程朗。 行不行啊？天都快黑了，帐篷什么时候能够搭好啊？我跟你讲，搭过很多次了，你快忙你的嘛，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。赶紧给我搭好。天色已经不早了，咱们得赶紧把篝火升起来。我这边 OK 了。哎，程朗，我们柴火可能不够用，你跟小菊去前面不远的白沙滩找点吧。小菊，我们再去那边找点柴火吧。嗯，好。 干杯！哎呀，小菊，嗯，你选的这个地方真心挺不错的，费了不少心思吧？我就是想让大家都玩得开心，哎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做好。哎呀，白痴，还在想那件事情呢。你现在不是已经解决得很完美吗？突然觉得这次旅行既刺激又美好。 简直完美！那我们要不要一起玩个游戏？好啊，好啊，可以，可以。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？我赞同，我给你们每个人发一张，最大的那个呢叫真心话大冒险。程朗，嗯，淘淘，小菊，十一的，3、2、1。 亮牌，我肯定输了，我是张K。程朗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我选大冒险。程朗从穿开裆裤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事情，我都知道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问的，大冒险。那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既然十一都说了大冒险，那就大冒险呗。你们出题。咱们要不这样，这一轮先暂时放空，程朗和下一轮中奖的人。
一起接受大冒险，内容就是成了公主抱下一个人，在海边走一圈。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好啊，我没问题。嗯，哎，宝宝，把牌给我，这时候我来发牌。小菊，这是你的。来来来，喝一个。诗诗，这是你的。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这是你的。哎，干嘛想偷看我牌啊？我才没有偷看你的牌呢，我拿东西吃。小菊，你不会想吃我们家十一豆腐吧？ 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你？就你话多。好了好了，不闹了不闹了。好了，我亲爱的朋友们，请亮出你们手中的牌。嘿。哦，公主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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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行。公主棒，公主棒。看好了，一二三，走！哇，走了！别进海里！你好沉！你才沉呢！我这两天还瘦了。一二三，好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快继续，继续。十一。哎，哎呀！你的，是你的。三二一，亮牌。哦，小菊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真心话。哎，我来问你，有没有喜欢的人？他是谁？他是谁呀？有啊，我喜欢黎明。不包括明星。那记住哦，必须是真心话。我喜欢程朗。啊，你们不要误会，我说的是电视剧《今生无悔》里面的程朗。都跟你说了，不能说明星。那不是明星啊，那只是一个角色而已。哎，我们这个程朗行不行啊？宝宝，你别开玩笑了。我来帮你打开吧，来。啊，不用了。再来，三二一，亮牌。哇，程朗可以啊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不如你来唱一首。陆十一程朗唱歌，程朗唱歌。我真的五音不全，我唱歌很难听的。你五音不全你怕什么？我也五音不全啊，来我帮你唱。好兄弟。来。你知不知道是谁一直执着追梦？等待来自明天理想的问候，我相信我的明天不是梦，我努力度过每一时刻，对梦的执着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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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说，为什么要高考？为什么要高考？难道不高考就不活了吗？就算我包小将上不了大学又怎么样？我包小将照样能活出一片新天地来。我的明天还有梦，我在心事中不停跳动，追着梦想跳动。好，好，宝宝，你们俩在这瞎嚷嚷什么呢？我跟你讲，我最讨厌像你们两个这样的人。陆十一，你只学了三个月就考得那么好，还有你程朗，一科没考比我考的还高。
好不好？好。但是呢，十一，你永远都是我最好最好的兄弟，还有你程朗，永远都是我最崇拜的人，还有你们大家，永远都是我包小小最好最好的朋友。来，大家一起唱。好。来，一起啊。 星空这个世界，人来人往。发光的时代，因为勇敢不一样。每一分每一秒在路上，面对希望，拥抱善良。小时候的玩具也破旧了模样。 生活就像一场碎片里的幻想。再过不久，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。不会啊，我们大家都还在江州啊。涛涛，我要走了。啊？你要去哪儿啊？宝宝。嗯。他不会在说梦话吧？ 八成是。现在已经快天亮了，要不然咱就别睡了吧，一会儿去山上看日出。都这么晚了，还不去睡啊，困死了。嗯，我也很困。你们真的不去看吗？不是说为了让我开心吗？你刚才不是自己说的吗？你现在已经很开心了，你还要怎么开心？嗯。宝宝，起来睡觉了。小军。哎，宝宝，我们也回去睡觉吧。不是，真不去。哎呀，你快起来。真不去啊。 赶紧睡吧，喂，你们这么现实的吗？啊，床。其实我可以陪你去的。小菊，干嘛呀？快进来呀！哦，快点睡了。哦。 小菊，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我肚子疼。肚子疼？嗯，可能是昨天晚上着凉了吧。走，我带你找个诊所去。哎，不，你不是要看日出吗？你都这样了，看什么日出啊？你等我，我拿十一钱包。啊。 先把这两粒药多吃掉，可能会有一点点苦。慢点喝，有点烫。这么凉呢？脸上还冰的风挺大的，千万别再感冒。 看不出来，小伙子还挺会照顾人，对女朋友挺好的。那个，医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大半夜把您叫起来。抱歉。没事没事，一个小时就打完了。 今天还早，回去你可以再休息会儿。没事，我还不困。我就是担心。
我们剩下的钱不够买车票怎么办呀？总会有办法的，先不要想了。日出。找到他们了吗？没有。怎么办啊？人没了，钱也找不到了。到底去哪儿了？该不会去买早饭了吧？哎，他们回来了。程朗，小菊。哎，他们都起来了。什么情况？一声不吭去哪儿了？就是，一觉醒过来发现人都不见了，吓死我了。我昨天晚上肚子疼，程朗带我去了趟医院。那你现在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我吊了两瓶点滴，现在好了，但是我用光了大图买车票的钱。那没事，钱没了可以再想办法。包包呢？怎么没和你们在一起啊？包包？包包？包包没跟我们一块儿啊？那包包去哪儿了？包包？包包？包包？宝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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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方翔翔，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你上这边找找，我在这边找找。好，宝宝。想想，十一，小菊，你们快过来，宝宝的喜。
朋友们，我要去深圳打拼了。之所以没有当面跟你们道别，是怕离别的场面太过伤感，所以选择了以写信的方式跟你们说再见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还记得高一的时候吗？我被人欺负，是十一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帮我撑腰，替我出头。程老，每当我成绩惨不忍睹的时候，你都会及时出现帮我补课。乐涛，你的友情零食帮我度过无数个饥饿的上午。还有小学，你的出现让我有了不再当倒数第一的信心。谢谢你们，让我最后的学习生涯充满了留恋和不舍。日后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拼搏，会有自己的路要走，但是你们永远永远都是我最珍贵的朋友。山高水长，江湖路远，我们来日再见。迎风飞翔，海风吹打在我的脸上，偏执的能量在胸口聚集闪亮，未知的前方做个榜样，惊涛骇浪越挫越强，我的心在流浪，寻找迷途。高三是很漫长的一年，也是很短暂的一年。这一年我从不适应到慢慢融入这群人，有过埋怨，也有过苦闷，但更多的是开心和幸福。因为在这一年，我变成了更好的我，和他们也变成了最好的我们。这一年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奔跑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尽了全力，所以我们不负青春，我们也无悔青春。虽然我们终将离别，但当下我们还在一起。自己染上疯狂，迎风飞翔。什么玩意儿你这是啊？怎么了？不是偷牌啊？偷牌怎么了？偷牌的。什么玩意儿？你正来啊？大家都说毕业就是离别，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跟包包分开了。一个死胖子一声不吭就走了，看我下次见他怎么揍他。好了，十一，知道你是最舍不得他。谁舍不得他？我就是担心他这么笨，在外面被别人欺负怎么办？放心，没事的。他信上不都说了吗？他爸都给他安排好了，放心。对啊，咱们又不是见不到他了。我相信，包包很快就会回来的。算了，不想了。这小子其实挺精明，他不在外面欺负别人就不错了。就是啊，说不定以后包包成了大老板，咱们都得给他打工呢。但愿吧。
我们偶然相遇，然后各自离去。每个人都会踏上属于自己的征途，可谁也没想到，离别竟然来得这么猝不及防。都开心一点吧，没事儿的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明天再来找你们玩。好，开心一点，没事儿的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明天见。拜拜。那我们走吧。走吧。小菊，这一次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这个送给你，谢谢你送我的看海之路。这送给我的？哇，这好漂亮啊！你喜欢就好。谢谢你。是我要谢谢你才对。走吧。走吧。嗯。刘姨。刘姨。妈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有个好消息，你们的录取通知书都下来了啊！哎呀，你们仨都考上江州大学了。真的？本来我以为啊，他报的那个会计专业，我觉得有点悬。哎，没想到考上了！哎，通知书来了！啊，我考上了！耶，我考上了！我考上了！考上了！你快看，我考上了！我考上了！妈呀，我考上了！夏菊，我们两个一本的都没说什么，看看你兴奋的。我二本，我骄傲。妈，我考上了！你终于考上了！别激动啊！哎，孩子们回来了，千万别冲动。爸，叔叔，朱十一，这次考试的成绩很不错嘛。爸，你不生气真是太好了。不是的，我不生气，你偷偷摸摸的就把志愿给改了。我能不生气吗？哎呦，哎，咱说好的啊，对啊，不激动啊，陆叔，好的吧？您先别生气，十一改正也是有原因的，你给解释解释嘛。是是啊，爸，你听我好好跟你说说呗。我给你建议的那些个专业，一眼都没看是不是？哎呀，你一声不吭，偷偷摸摸的就把志愿改了，你眼里头还有我这个当爹的吗？哎呀，陆汉，你呀，你安排的又不是我喜欢的。你不要总打着为我好的旗号安排我的未来。陆十一，就你报考那个志愿，我养活你这么大，从来就没有知道你喜欢医学，你当学医是儿戏啊！我没有把医学当儿戏，我会对我自己选的专业负责的，不会像你一样半途而废，我保证。陆十一，你给我说什么？哎，你怎么说话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这么说，孩子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哎呀，陆爸爸，我说穷孩子，你看我笑不笑？站在高原里，另一个你无声的叹息，没有人能够明白你，快乐不透明，痛苦不彻底，很高兴你只不甘心这样放弃。
香的眼睛，有些泪需要休息，时光里染上的印记，多想要陪着你到处去旅行，去找回一路上存在的意义。人生苦旅，让灵魂休养生息，勇敢地找到自己。自己。